是他哥哥。哥哥，你是不是把饭都吃了？你看你长多高。好，那个，这个今天好，那我们就走。他也高。他说他是大葡萄，你看大葡萄，你看一眼大葡萄，你觉得他帅吗？帅。口水，小葡萄，口水都出来，怎么这么小就流口水？我们就请我们言承旭跟我们这个小朋友来互动一下。刚才维嘉说你家里添丁了，你是当爸爸了吗？对，我刚刚生一个小孩。啊！这个会剪成宣传片哦，我跟你讲。这个录像太紧张了。这个别这样，大家别那么八卦，怎么回事呢？孩子他妈妈是谁？孩子他妈是我姐姐。没有啦，我姐姐他需要，他想让大葡萄给他逗开心，然后把他哄上来。葡萄，小葡萄快来，小葡萄快来，小葡萄来来来，妈妈一起，好，我也一起，我也一起，来，我们掌声欢迎小葡萄的妈妈。小葡萄，你不要吃东西啊，这是橡皮泥。你要害死他。对不起，封他的嘴。言承旭哥哥要害他。这样吧，言承旭平时非常会跟小朋友聊天，然后我们给他一个考题，让他跟小葡萄聊聊天，好吗？你要想办法让小葡萄唱那个《长江七号》的歌，他会唱《长江七号》的歌。真的假的？对，嗯，你会唱《长江七号》的歌哦？你怎么那么厉害？孩子，管着你自己。这样，妈妈，你要不站到言承旭那边，好不好？那个。谢谢，谢谢。可是，哎，言承旭，可是吃这个要付钱哦。言承旭，你看看你旁边两个小朋友馋的样子，都在咽口水。我不知道，几亿人看着你吃饼干，你要不唱一个吧？好吧，那个唱吧。对，看完，开始，预备。长江七号。我会唱，我会唱，你不会唱吧？我会唱，卡叽卡叽，你会不会？卡叽卡叽卡叽叽，数数毛虫叽，一二三四五六七，敲打长江叽。好可爱！对，你看，你看，唱完了又要吃了，又要吃了。好啊！哎，你可以给那个，你可以给哥哥吃一个吗？哇！哎，对，真的只吃了一点点。哎，我想问一下妈妈，为什么她叫小葡萄呢？因为他在我肚子里的时候，我那个孕期就特别爱吃葡萄，每天要吃那个飓风葡萄，每天一定要吃两斤。对，他起名字的时候说，哎，那干脆小名就叫葡萄吧，小葡萄。对，其实我们小葡萄在网上这个他扮演这个阿拉蕾的照片，可以说是这个传播率非常高，对对对，因为他简直就是阿拉蕾这个从漫画当中走到现实里面，对不对？可不可以给我们学一个阿拉蕾？我也想看，我们也想看。来看那个是看大葡萄，看大葡萄学阿拉蕾。三二一，一起学。你看他的嘴，你看小葡萄的嘴。小葡萄，小狗扎眼睛是怎么扎的？小狗扎眼睛。哎呦！小葡萄，小葡萄，小松鼠吃东西是怎么吃的？小松鼠吃东西。小葡萄，看大葡萄，小松鼠吃东西。小葡萄，腊肠嘴是怎么做的？最后一个腊肠嘴。好可爱，哎呦，他突然看着我。小葡萄，妈妈生气是怎么生的？妈妈生气。好了，我们小朋友这个很辛苦了，好不好？我们谢谢我们的小朋友们，谢谢。这是我们今天第一组的神马大来宾哟。